鲨鱼来了，看我头顶上，再看看下面，哟，来了来了，好大一只！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往前走一步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走一步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我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我又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我又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我又输了。哎，还有一步你就通关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这还是儿子厉害呀，我才走了两步他就通关了。我们去下一个地方，瞧瞧这个鱼缸，好漂亮呀。这里面是什么鱼啊？没有介绍吗？企鹅漫步挑战赛，北极熊，海狮，小企鹅，企鹅之家。小企鹅你好。它明明是小星星。小企鹅，你带我们参观一下你的房子吧。你的房子里面怎么会有一棵树？这不是树，这个放东西的地方，这个是储藏室。我觉得你的房子里面缺一台电视机，缺个床啊。这个就是他的床。这些其实就是冰块，企鹅的房子是冰块做的，假冰块。而企鹅的房子还铺了地毯。这个地方外观还是蛮像企鹅的房子。哎，这边有企鹅表演吗？让我们看一下企鹅在水里是怎么游泳的。企鹅游泳很帅的。哦，你看上面有喂企鹅的人。对，工作人员正在喂企鹅，看企鹅是怎么游泳的，看好看好。哦，水底下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可是游泳健将啊，咻就过去了。又过去一只企鹅，可是天生就会游泳啊，他们还是捕鱼高手，身体这么胖，脂肪率肯定高。我的意思是体脂率。这个白色的血血是他那的臭臭吧。温馨提示，游泳的时候不要随地小便，这样影响不好，我们还在拍照呢。咻，哎呦，我感觉我只能等等他们飞到我的画面里面来。好吧，企鹅游泳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这边是四楼，我们现在去三楼吧。各位观众，鲨鱼来了，看我头顶上，再看看下面，哟，看他的眼睛很有杀伤力。你怕不怕呀？你怕不怕呀？哎，别这样，人家鲨鱼身上有病毒的。来了来了，好大一只。鲨鱼的牙齿很锋利的，这个品种是柠檬鲨，颜色很像柠檬，性情凶残，对人类有一定的威胁，听到了吗？对人类有威胁。那两只是夫妻吗？哇哦！好，下来吧，我们换个地方。海星，哦，这个很漂亮啊。这里哪有水母啊？水母在前面啊。水母被感染啦！水母好漂亮啊。啥？水母还能放电？你别瞎说呀！是真的。看这边。啊，水母被感染啦！小星星说水母被感染了，别瞎说。水母是透明的，只不过是灯光的颜色在变。小星星看看，有派大星。派大星，现实版派大星。这不是派大星，这海星。派大星就是海星。继续前进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来过呀。斑纹鳗看起来好像蛇呀，全在一起了。这个是狮子鱼。珍珠狗头鱼，这个是大名鼎鼎的刺豚。转身转身，给你拍个正脸。这是啥？这是海绵宝宝的家吗？真的呀。那要给个镜头。这个池子里面的鱼黑压压的一片，在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它们的嘴巴很尖，而且是扁平状。它们的名字叫绿海龟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，鸭嘴鲟，鱼类中的极品。